你叫袂停的小弟。怎会袂停的你？今麦正是我认清楚你的时阵。好，你确实是一个真有信用的人。果然到关西来找。过去代志唔免搁再讲。拄则我故意将你引开，是因为张三马上要带人来抢那里。我无希望，你也不明不白，死在咧苏凤杰的手中。多谢伯哥。唔免谢谢，我并无想要救一个自甘堕落的人。我会将你引开，是看在何灵芝甲韩素梅的份上。小弟，有明白你的意思。调控印。你土台教育不正当，你土台干这不敢当，你灵魂志气一心痛，你往内踢跳的好你浪。太阳，你太过分了。机会上帝何必金难定？